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星期四，农历是4月22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哎呦，师傅，感恩你好，你好，我都打电话打睡着了。哎，你好，请讲，请讲。哎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那个我自己啊。哎。我是1974年属老虎的，看身体。哦，你的身体很不好。哎呦，你的关节痛啊，关节啊。哎呀，关节啊，脚关节、腰都不好，是的，还有颈椎啊，哎，肩膀啊，颈椎和肩膀痛啊，颈椎和肩膀痛啊，你要当心啊，你要当心，我现在看你的肠胃也不好，我是肠胃很不好的，啊，你听懂吗？因为这里地方都有黑气，你明白吗？都有黑气是吧？还有我头几天有梦一个梦啊，梦个梦是说梦见蚂蚁，我是在我朋友家，好像是那个朋友家蚂蚁，说这也是床上也有，地上也有，外面的房子外面的那个整个地方呢，好像就说整个村里面呢全部是蚂蚁，很多很多。哎呦，就是我这个朋友的家嘛，我这里面呢就说没有蚂蚁，只有几个，我不多，我就说是观世音菩萨把他们超度走的，我是在梦中就这么说的。还有是我梦见我在我朋友家，那个他妈妈呢已经过世了，是这样子的。他很大的麻烦，第一梦见蚂蚁是大麻烦，第二他肯定是这辈子有杀过很多蚂蚁，不管是有意无意的，明白了吗？是那个我朋友的朋友那里是吧？对，做梦做到谁的那里就是谁那里。是这样子。我就说那个梦见那个他妈妈，我也许了7张小房子给他，可以了哈。你要讲清楚的，你说我就给7张，否则的话，这些蚂蚁都爬到你这里来问你要了。那是不是我自己的血液有问题吧？那就要看你的梦了。你的梦到底是看着在你家里蚂蚁，还是在他家里蚂蚁？不是，我是在他家，他妈妈好像把那个蚂蚁还说要把他打死了。我说叫他不用打，他妈妈那蚂蚁那里有一堆的蚂蚁。啊，就是这一堆蚂蚁都是在他妈妈那里的，对不对啦？就是他妈妈那里。喂，你听听听听师傅问题好吧？你不要只顾自己讲啊。好的。我问你，你做梦，你到了人家家里，是不是这个蚂蚁是人家家里的？是的，对的，就是我。对的嘛就好了。你当时只是说旁观者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好了，那跟你没关系嘛就好了。那就是我身体，就是说那些肠胃不好，有没有灵性啊？肠胃不好有灵性的，你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瘦瘦的一个老太太在你身上。那是我妈，可能瘦瘦的，个子不高。眼睛有一点点抠进去，因为肉不多嘛。对的。对的。对的对的，就是她。就是她。你好好念经吧。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我妈，我看一下啊，小房子现在给他67张，67张是吧？好的，好吧。还有我想问一下，我就是我妈妈跟那个我爸爸都过世的，我都不在家的，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可以吗，师傅？讲啊，赶快讲啊。我妈妈是林春花，2012年过世的。林是什么林？木字，双木林。是树林的，树林的林，两个木。春是春天的春，花是花园的花。林春花。你妈妈已经到欲界天了，到天上了，她到天上了。哎呦，我姐姐也帮她念，我也有。他念了不知道，可能有100多张有的。你不念的话他怎么上去啊？
我妈妈被盯上了。嗯。那这个在我身上的老太太不是我妈。看看啊。啊，不是。你妈？不是我妈。你妈现在告诉我是外婆，是你的外婆。哎呦，是我外婆啊。嗯。我以前我梦见我外婆说得癌症了好了，我就念了21章给她，后来不够啊，我就没，怪不得的，怪不得，就是外婆呀。哦，是我外婆，我妈妈已经在这天上了，上来有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唐师傅。嗯，好好修啊。我说现在，嗯，哦，我现在我姐姐都现在大姐都是念这个法门的。嗯，好好修啊。是我三姐，这个法门嘛最好了。我三姐跟二姐都念这个法门的。哎、嗯啊，这法门太好了，爱国爱民。还有问一下师傅，我那个问一下我爸爸，我爸爸我那个是大概2009年过世的，是包青天的包，旗是红旗的，那个旗中的旗，笔是那个。那个北京的笔，旗就是不是红旗的旗，是一个旗中的旗，不是旗中的旗啊，知道了，旗是旗中的旗，那种北就是北京的北，嗯，哦，对的，我都不在包旗北，那个、我看看，2009年过世的，哦，这个，哦，你爸爸比你妈还在天上做天官呢，啊，天官。我爸爸也在那上面啦。哎，做天官，听不懂啊。哎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你们的家族不错啊，你们的家族啊。嗯。家族不错是吧？嗯。好了。我还把那个，我爸爸都还没有那个念完的。你以为完全靠你念的？你以为完全靠你念的？不好的人们才靠你们念念。人家本身有功力、有功德的人，人家直接上去的。我爸爸我妈妈在那个地方里面做人做得很好的。对呀、啊、尤其是你爸爸帮人家帮的太多了。是啊，我爸爸很多帮人家的。对呀、啊、你爸爸不单单人帮人家，钱财都帮人家的。嗯。师傅，我还再问一下我姐姐行吗？啊，不能问了，不能问了，好了好了。不是，就是问一下她现在学佛，现在刚刚开始，问一下她那个行不行吧。你帮他念，你让他好好念经，有什么行不行的？好了好了、哦，不要贪了啊！好了好了，给你看了不少了。哦、谢谢你讲，啊，好好念经。再见、嗯、再见。好的好的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哎。你好。嗯。哎，师傅。哎，请讲。林哥好，你好。嗯。哎呀，可打通了。哎。那个，我想那个。感恩大慈大悲，我都不会说了。嗯，那个，哎呀，忘了，坏了。那个，请您给看一下一个亡人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亡人。那叫崔宝才，2017年。宝贝的宝。10月2。那个宝盖的宝。什么？宝盖的宝。什么叫宝盖的宝？宝贝的，是不是宝贝的宝啦？宝贝的宝，哎呀，我都不会说了。要感恩大慈吧，财就是财务关系，财产的财啊。嗯，刚才的财没有背，没有那个背。啊 ，OK。就是嗯，2017年10月24号去世的，我给他念了2000多章了。他是在阿修罗道，嗯。是吗？嗯，很冷的地方，很冷的地方。啊？很冷的地方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还接着给他念了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他有问题的。他过去哦，在阳间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业障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他有杀业。哎，就是杀业，所以他上不去。被你念到阿修罗道，就是上去的话，也是在很冷的地方。那个，我不死，我还继续念。嗯，我还继续念。我那个像。菩萨妈妈，我发誓，我给他念到终身，我一定要把他超度到更高的上边。你自己境界高不高？你看看你自己行不行再说吧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自己都没有力量，你能拉人呐？我现在呀、啊，您上次说那个我在那个18年
3月4号给您打通电话，说他在那哪了，说他在那个地府了。对呀、啊。地府了，然后您就让我念小房子，那20章啊，那一第一波是69章，第二波是然后以后就是21章一波，21章一波这样念下去。嗯。我就现在一直坚持这么给他念，我每个星期就给他念21章小房子。对呀、啊。就我自己念7章小房子。对呀、啊。我现在每天哈几乎就是，除了做饭吃饭，有时候我睡觉哈醒了以后啊，就是好像念念睡着了，马上接着又念小房子，实际上是那醒了以后以为是念念的睡着了。我现在就是想那个嘛，每天的我就是看您的一篇，看一篇白话佛法，多看一点，我每天要多看一点、对你会有能量帮助的。那对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有你自己境界不高的话，你就帮不了他超得很高。你要记住了，你自己的境界像菩萨，你就可以把他超度到菩萨。你自己的境界阿修罗，那你就阿修罗、听得懂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阿修罗啊？他自己本身念的再多，他自己本身的境界在阿修罗呢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。我还继续努力，啊，好的念了，好了好了，我一定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想让您看看我的女儿，她是80年4月9号的女的女儿。八几年呢？讲啊。80年4月9号。80年4月9号。80年。属什么的？属猴的。看什么？想看什么讲啊？想看他的一个是身体。不好啊，从小生出来肠胃就不好。嗯。还有啊。还有。这孩子啊、脾气怪，性格比较怪，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的。嗯。对。啊、有自闭啊倾向，听不懂啊。对。对对对，他挺怪的、挺怪的，挺怪的。我告诉你、你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了，还没超度走呢。哦，我现在正念着了。正念着。我现在你不走，他就更怪。你不把他念走，他就更怪。听不懂啊？我一定念。我现在念着了。我那个三个孩子，我现在还念着了。我一直在念。对呀、啊。自己想想不就好了、他们三个轮流搞你、还搞你孩子、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、我知道是这个原因、所以我就在一直在念这个念小房子、一直在念那个您那个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工作没什么大问题，灵性不走、灵性不走的话身体嘛比较虚弱，脑子嘛不好，经常嘛有这种负能量，看见谁都觉得人家要搞他， 对他不好，不喜欢跟人家多打交道，听不懂啊？是的，是的。好了，是他不愿意接触人。啊、不愿意接触人，不知道这是自闭症的前兆啊。对对对、对。这种他现在也念这种自闭症嘛，就是因为孩子造成的呀。嗯，他也念经。他就是念大悲咒和心经，对，坚持，但是小房子他坚持念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坚持念的话，他就有救，菩萨就能救他。行，他不念经了，他就等于脱离了那个佛法了，他就麻烦了，救都很难救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OK 了。好了，您能看看我吗？我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嘛，肠胃啊，也是肠胃啊。你自己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受寒了，马上就胃痛了，不舒服了。对对，太好，我现在刚艾灸完。对呀、还有问题了，你还有你的鼻子啊，鼻子也不好啊。鼻子。啊。妇科。对，鼻子不好，妇科不好，还有腰，左腰。是。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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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的改了，对对，你看看师父什么都帮你们看得到，你就自己好好改了。自己要开始念经了，
就是因为我看见这几个部位全部都是小鬼啊，就是你打胎的孩子还在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每天都在念小方子。那么你要改呀、啊，你要赶快念呢，听得懂吗？念，我现在很那个嘛吧，我4点多起来就做功课，管功课。您告诉我的那些功课就得做2小时。你记住了。然后白。这个都以后消了业之后都能算你的功德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我肯定念，我一听、啊、我向菩萨发誓、啊、我就是那个永远跟着那个妈妈永远听观世菩萨的话，听卢台长的话、啊、好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好吧，我一定、哦、一定跟着学到终身。好了，少讲多念、感恩台长，感恩师父、哦、好，再见、啊、感恩师父，再见，我一定好好修、啊、好，再见，感恩师父。好的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您好。哎，你好，请讲。哎，师傅，请帮我看一个59年的猪，男的。想看什么？他身体，他现在非常不好，之前有脑梗、腔梗，现在已经非常的病重了，请师傅帮我看一下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啊，他有杀业，不好，非常不好。他现在，我告诉你呀、啊，脑血栓呐、啊。还有可能会中风啊，他有好几根脑子的血管都堵住了，至少目前我看到是2根呢、啊。对，他现在已经不太能自理了，然后经常左面手都不大能动了。是的，师傅。嗯。那他这种情况还需要去看病吗？吃啊，吃丹参片啊，赶快啊。他念经不啦？他现在念不了了，已经有点痴呆了。看看啊，几年属什么的？59年的猪，男的。哎呦，麻烦了，拉他了，有人来拉了，哎呦。那身上的灵性要几张小房子，师傅？叫他念84张啊，你们帮他念吧，嗯。哦，好。嗯，他自己也让自己。他现在我看他还有一个癌症正在出来了，就是前列腺的。前列腺啊。啊，他前列腺肥大，小便都小不出来了要。他现在已经对有点麻烦了，那请问师傅还需要多少放生多少鱼呢？2300条。有一个男的胖胖的在问他要命呢。身上有几个灵性了？一个，就这个男的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您看一下，能不能看一个88年的兔？男的，女的？女的，我自己，能不能看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你经常也是情绪不稳定啊，想发脾气啊，不开心。哎，是的。不想跟人家讲话。嗯，请问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感情运也不好，听不懂啊。嗯，是。你自己要赶快念了，你要念有姐姐咒10000遍的。好的，师傅。还有啊、嗯，你这个孩子，你一定要自己要自律啊，要听师傅话的。你不听师傅话，你以后年纪大了，你很苦的，会发神经病的。嗯。哦，好，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，师傅？小房子我看一下啊，先念75张吧。嗯，就身上这个灵性是吗？灵性早就75张在里边了。啊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麻烦师傅最后帮看一个莲花332。多少啊？332。332是不是2个3了？哎，是的。332莲花在，这个莲花怎么怪怪的了？这莲花怎么有点翠绿色的？嗯，好像很少看见。嗯，你这个人吃东西干净不啦？这莲花吗？这个？我说你莲花如果绿色的，跟你吃的荤的东西、吃的素的东西里边有掺荤的东西有关系的。那我提醒他是同修的，我跟他说。你去问他要吃干净一点。好吧。好的。好了。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，自己让自己背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你好。Hello， 台长。哎，你好，赶快讲。你好，台长。啊，64年，属龙的女，56岁，她的头痛了5年，月经很辛苦。64年，属龙的，女的。啊，64年属龙的女。哎，沙叶，弄过鱼的。沙叶啊。啊，过去有沙叶的。他讲念经很辛苦哦，念不到经哦，头痛哦。对呀、啊，这灵性搞他了呀，现在不让他要他命啊，让他痛苦啊。哦，要他命啊，他能不能过这个关头呢？你问他过去在餐馆里打过工没有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哦，他没有讲哦。啊，你就问他在餐馆里打过工吗？或者在这种海边长大的，有没有弄死过鱼啊？很多。捕鱼啊，家里啊、哦、都有可能的。嗯，哦，还有创业难啊、还有他身上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几年呢？他有那个的孩子身上的孩子几年？64年属龙女。哦，还有，哎，还有啊，还有要超度小房子吗？女孩子啊，哎，女孩子啊，嗯。还有小房子要念39章，39章啊，他的脾脏有脾脏虚，对呀、啊，哎呦，脾脏不是虚哦，脾脏上有疙，他想要吃什么药？这个脾脏上有疙瘩，有小疙瘩，嗯，小疙瘩啊，你要叫他、啊、要叫他吃健脾丸呐、啊。健脾丸、啊、或者是龟皮丸，健脾丸、啊、龟皮丸都是很好的。他的脾脏很不好、啊、他的脾脏有螃蟹啊，哎，螃蟹的两个眼睛还盯着我看呢，凸出来的。哦、啊，嗯，明白。他讲像你在冰库里常常有声音哦，是不是灵性呢？就是灵性啊，这个螃蟹可厉害，这个已经是成精的螃蟹，他能够两个眼睛这么凸出来，现在看着我。那就是成精了，已经这个一不是一般的螃蟹了，哈哈，嗯。我是一把领军啊，要给他去多少小房子才敢？刚刚讲过了不啦？专车多少吗？包买这个吗？你先念呀。哦，念多少好？刚刚没讲过啊，30多张没讲过啊，讲过了不就好了呀？先去念掉呀。啊，他能不能过这关口啊，才敢？64年你要记住了，你前一阵子自己很不好嘛，就是因为你帮人家背呀。我啊。啊，所以你前一阵子嗓子都讲不出来话了。哦。哦。哦，之前我好像身上发痒了，才长。身上发痒，身上发痒就是帮人家那些有沙叶的人背了呀，所以身上才发痒的呀。哦。洗澡都没用啊，你的血液有问题的，听不懂啊。哦。好了，下次我要问少一点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帮人家问的话，这个人业障很大，你至少要帮人家问的人一定要念经的。哦，他不念经的话，这个、你帮他问，你一定帮他背的，100%的。哦，不成功，咬就好像太阳一样，要心很多力啊，太阳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你帮人家背一次，像你这种人又没智慧，你又不会。你而且你要去渡人，你要帮他，你要渡他，你不能说帮他就问，你单单问的话，你帮他全部背上了，你就麻烦了。好了，明白。好了好了。你问了这些，下次问少一点了。好了。就问了，别怕蛋。好了好了。2001年蛇男，19岁，像他的2001年蛇属男的，像他的肾脏，他脚背很痛。肾结石啊。哎呦，这就是啊！啊，已经有石头了。哎呦，哦，这个要开刀还是要？几年的？啊，2001年，2001年。哎呦，男孩子啊！男孩子。哎，他本身这根那个输尿管就有问题啊，都是歪的，像皱起来一样的。哦、他小的时候。小的时候可能家里把他这个护理的不是太好啊。哦，听不懂啊，赶快了、哦、叫他消炎，而且要去拍片子，
医生如果叫他弄了不好要动手术的，他的输尿管是歪的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歪的。啊。他有2018年给台长偷看过图层了的。啊。台长查查，台长查查，身上有一个女膜，有了吗？跟女膜。现在好像没走啊，还是在他这个地方啊。哎，还没走啊？哎呀，家里怎么念的我都不知道，他们家里怎么念的。哎，啊，他的母亲帮他念的，他小孩子、啊、他孩子没念的，他的知道他母亲念吗？母亲念的也不好啊，要叫他要求观世音菩萨的呀，不是他妈念、啊、他妈念没有用的，要求观世音菩萨的保佑。哦，明白。好了，不能问了。你要烧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，你叫他一直烧呀，先烧120张吧。好了。啊，好了。台长，跟最后一个台长的地址来的。不行。你这个太多了。哎，你这个。问一个问题。你很讨厌的。问他在问春天，他两个要分开了。人家都会讨厌你的，真的。台长，你是79年的。地址，台版的地址啊，你79年属羊，羊75年属狗，这两个是台版的地址，他们逃掉了，咱就要赶一个出门，他讲要怎样化解。男的是属什么啦？属兔子。女的呢？女的是79年的羊。哎呦。这两个都是台版的地址。哎呦，没用了。恶缘爆发了，嗯，那个男的外面有女人了。台长，我跟你讲话，你听到了没有啦？很小声啊，台长，低调讲。两个人缘分不够啦，好啦，听不懂啊？好了，自己赶快要行善缘啦，赶快念姐姐咒，念一万遍吧。好了，没时间了，啊、好了，再见。好。好了，台长，小房子要吗？再见，念，不一定好的长了，没有办法了，缘分，善缘不够了，台长，善缘不够，善缘不够，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